Hello。年轻的面孔一上台，引起大家关注。别以为这是演唱会，看看场地在骑楼下，其实是慈济志工在社区举办的祈福会场。把左邻右舍邀集到家门口，提倡茹素不烧金，骑楼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次。汽车保养厂白天是维护车子的工作地点，傍晚开始居民涌入，这边变成心灵道场。志工们敲打的鼓声在校园中回荡，永芳国小里100多位社区民众和志工大家共度周末。虽然是一个落雨天，但是天气凉凉啊吼，在座各位应该算起来，咱拢是上有福气的人吼，会当参加着今仔日这个活动。准备安怎做？就是给假寿喜，一天可能一餐素，然后等到我慢慢习惯的时候，就变成一天可能。就变成一周一天素，然后后来就变成每天都吃素这样。从7月开始，高雄大寮地区的志工在骑楼、汽车保养厂、国小活动中心和共修会所等，分别举办了8场的吉祥月宣导活动，参与人数将近700人。要推广正知正念，无论在怎样的场域，社区总动员，让影响加深也加广。大新闻真善美志工高雄综合报道。